我现在不管游标在落在什么地方，我都可以透过这边有一个插入封面页，快速做完文件的第一页，插入封面页。那这边有很多种，你可以挑一种，就是说可能主管会比较接受的，比较正式一点的，例如说像这种，然后接下来把标题打进去，它一定是落在我们所有文件的一刚开始的地方，这就是我们文件一刚开始的地方才叫封面。而且假如说今天我现在是不是又不是在封面了，我想要去修改这个封面页，插入封面，然后我们换一个哦，假设我现在换成这一种好了，哦，换成蓝色，整个面板都是蓝色。你看我的第一页封面页永远只会有一页。好，我只是要告诉你它有快速制作封面页功能。记得封面页里面你就再把那个文件标题打进去，